下面要颁发的是第二届音乐 V 榜年度风向艺人，获得这项荣誉的是，请看大屏幕。第二届音乐 V 榜年度盛典，年度风向艺人，内地 MIC 男团。流星港台毕书尽，邓紫棋书记，今天大家是说好了都穿黑白的衣服吗？我们的音乐机器人也为我们送上了讲座，请认领自己名字的讲座，不要拿错了啊。 MIC 你们就拿一座就好了好吗？你们是团体 share 一下。来，我们也请获得荣誉的艺人朋友们说一下你们得到这个荣誉的感想。Lady first 啊，太坏了，这种时候女士优先就管用了。好了，首先感谢大家可以拿到这个奖，然后其实最近很流行一句话叫且行且珍惜，然后不管，我想跟大家讲，不管以后我在做什么，但是不管可能我最近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希望大家可以一直等我，因为我不会把音乐抛弃的。所以我希望你们可以一直等我，然后非常非常感谢你们，谢谢，恭喜。接下来，对 ，Hello， 大家好，我是毕思静，안녕하세요。对，感谢音乐台，然后感谢音乐 V 榜，然后感谢福茂唱片，对，谢谢，안녕하세요。对。然后非常的感谢我们老鹰家人们啊，非常的辛苦。然后最感谢我的 BF 家人们啊，一直以来的支持。然后特别感谢内地的 BFC 家人们，谢谢大家，谢谢，我爱你们。对，엄마아빠사랑하사랑해요，감사합니다。哇，讲了不同的语言了，再来 MIC 男团。Hello， 大家好，我们是。MIC， 很高兴，然后在第二届音乐 V 榜的舞台上拿到这个奖。然后很抱歉的是，今天我们的队长因为受伤不能跟我们站在一起。那还是要感谢音乐台、音乐 V 榜对我们的肯定。那至于风向两个字啊，其实我觉得是音乐一直在给我们指引方向。那包括这份坚定、认真的心、热爱音乐的心，所以一切感谢音乐吧。我们会继续用音乐找到我们的方向，谢谢大家，谢谢。恭喜你们，也谢谢小胖老师，谢谢。好，今天在这个舞台上最不缺的就是尖叫声跟欢呼声了。接下来呢，我们也有一连串精彩的演出，要带来表演的是，有请 MIC。Yeah.
homies, my homies. 一切变得 so crazy, crazy. 像个小丑那样 nice with a lady, my lady. 我读书拿着橡皮，又说我是 Larry, 以为这是自己办的 party, my party. 我左眼盯着 Lucy, 右眼看着 Jesse, 其实都是我女友的闺蜜。Hey, what you looking for? When I got a bitch, no four. 昨晚一定喝多了，让我忘了皮肤。想不起哪一位陪着我一起醉，身上六个唇印，嘴里还有你的香水味。想不起为什么我坐在兰博基尼，想不起为什么你脱的只剩比基尼，想不起那么多的哪个才是真的你。要 CJ， 喂，昨晚是不是？她是我女朋友。Drop it, drop it, what you need a dream? Wh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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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a，跑到厕所门口大声地说哈啦哈啦，跳上摔着摔着我的鞋子哈啦，怎么不告诉我已经喝多哈啦哈啦，我跌跌撞撞不知跑到哪里去，兄弟嘻嘻哈哈跟我唱的京剧，有音乐威猛朋友们 you get ready to dance, come on, let's get it party, let's get it poppin'Drop, drop it. Do it all day, all night, never get back. Do it all day, all night, never get back. All day, all night, never get back. Do it all day, all night. What you gonna do now? Wh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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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ad over, get it up. Let's get it poppin'. Wh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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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ad over, get it up. Let's get it poppin'. Wh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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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ad over.谢谢，谢谢。获得第二届音乐 V 榜最佳组合的是，请看屏幕。第二届音乐 V 榜年度盛典，最佳组合，内地 MIC 男团。港台五月天，欧美 One Direction， 韩国 Super Junior。日本 AKB48， 有请 MIC Super Junior。
再次把你们先叫送给台上所有获得荣誉的团队，谢谢。再次恭喜两组，首先有请 MIC。我觉得拿到内地最佳组合这个奖，拿在手里很踏实，很温暖。所以一直要感谢的就是一直陪伴我们左右的。我不管今天在场馆里你们有多少人，谢谢你们，真的谢谢你们。然后呢，想说的是，在内地做组合很难，当然也要谢谢在音乐台上观看过、点开过 MIC 所有 video 的所有歌迷朋友们，谢谢你们。当然还有包括谢谢我们的经纪公司太和麦田、詹华先生，包括最后要谢谢我们自己。对，然后其实 MIC 出道到今天已经有3-4年的时间了，谢谢。MIC 出道到现在已经有3-4年的时间，在这期间呢，外界媒体朋友们、身边的朋友也给我们了很多的头衔，或者说是像艺人、明星，或者说是偶像。但其实我要说的是，其实我们站在这个舞台上，跟台下的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因为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有一个梦想。那其实虽然在中国的音乐这片土壤里，我们要做坚持做自己最喜欢的音乐的话，其实已经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了。所以我希望我们在今天坚持的都是为了支持我们和爱过我们的你们，还有所有人。更重要的是，我们一定会为了我们的音乐梦想坚持在这片土地上，我们会继续奋斗的。谢谢，我们是 MIC。 谢谢谢谢，再次感谢 MIC， 恭喜。接下来有请 Super Junior。